了冤，忏了罪，消灾增福慧，龙华三会愿相逢，弥勒佛前亲受记。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。梁皇忏二卷已全周，回向四恩并三友，拜忏众等增福寿。愿将拔水洗千由，离垢地菩萨唯愿哀纳受。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三，灯晃耀，银黄列宝台，光明遍照周沙界，昏曲朗耀俱无碍，阎魔瞻礼紫金台，燃灯佛成道，曾受人天拜。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。入忏。公文：三期果满，现出世之幽潭；三类化身，演南司之教海；三居右隐，经济于三界寒林；三观成名，阐扬向三千界内；内行顺行，无非佛事；举足下足，悉是道场；唯愿大觉，见此丹诚。上来求忏众等，其见慈悲道场忏法，兹当第三卷入坛缘起。我诸众等，乔情作礼，恳切投诚，观想慈容，称扬觉号，奉香积之真修，谢名缘之花果，望诸佛以垂慈，赦多生之罪垢，切念求忏众等。自从无始，待至今生，三毒明心，造三有生成之古末，三空未悟，作三途苦去之因由，起三惑心，而三业迷身，层层隔碍，每三修习，而三业未消，念念攀缘，如蚕作茧，自取缠缚，如蛾复火，自取烧身，今则觉身心之是苦，心业果已难逃，发露向于真如，乃披尘而悔过。愿佛日已当空，照幽途之苦去，究三学之资流，立三千之大觉。我心恳恳，佛德巍巍，仰叩弘慈，明勋加倍。三千世界慈悲主，百亿刹中大法王，愿开莲目见凡情，众生有愿皆成就。祈运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。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摩尼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三，显果报第七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前已具述罪恶过患，以过患故乖于善业，以不善业所以坠堕三途，被立恶趣，即生人间受诸苦报，皆由过去宿对因缘，舍身受身，无暂停息。是以诸佛、诸大菩萨，神通天眼，见三界内一切众生，福尽随业，堕于苦处。见无色界，要着定心，不觉命中，堕于欲界。以福尽故，受禽兽行，色界诸天亦复如是。从清净处堕在欲界，既在不净，还受欲乐。六天福尽，退堕地狱。
于地狱中受无量苦，又见人道以十善力资得人生，就人生中富有多苦，受尽多堕诸恶趣中，又见畜生道一切众生受诸苦恼，鞭杖驱驰，负重致远，困苦疲惧，向岭穿破，热铁烧落，又见恶鬼常苦饥渴，横被火烧，犹如洁净，若无为善，永不懈脱。有骗福者，劣得人生，多病短命，以自庄严。大众当知，善恶二轮，未曾占错，果报连环，除无休息。贫富贵贱，随行所生，非有无因，而妄招果。所以今言，为人豪贵，国王长者，从李氏三宝中来；为人大富，从布施中来；为人长寿，从持戒中来；为人端正，从忍辱中来；为人勤修，无有懈怠，从精进中来；为人才明远达，从智慧中来；为人音声清澈，从歌咏三宝中来；为人洁净，无有疾病，从慈行中来；为人常大书好，恭敬人故；为人短小，轻蔑人故；为人丑陋，喜称讳故；身无所知，不学问故；为人专于，不教他故；为人阴雅，谤毁人故；为人下使，负债不偿故；为人丑黑，遮浮光明故；身在裸国，轻衣唐徒甚己故；身马蹄国，着鸡甚己前行故；身穿胸国，布施作福毁习心故；身张禄中，金不人故；身堕龙中，喜调戏故；身生恶疮，鞭挞众生故；人见欢喜，前世见人欢喜故；喜遭现官，龙戏众生故；闻说法语，语中两舌，乱人听受，后堕当耳狗中；闻说法语，心不参采，后生长耳驴中；浅贪毒食，堕恶鬼中；出生为人，贫穷饥饿，二十四人，后堕猪豚枪狼之中；劫夺人物，后堕羊中；人身剥皮，食啖其肉；喜偷盗人，后生牛马；为人下使，喜作妄语，传人恶者，死入地狱，羊铜贯口，拔出其舌，以牛耕之，罪必得出，身取狱中。人闻其声，无不惊怖，皆言变怪，咒令其死。喜饮酒醉，后堕沸屎泥泥之中，罪必得出，身心心中。心心业毕，后得为人，玩无所知，人不耻辱。贪人利者，后生相中。福处富贵，为人上者，鞭杖其下，麾下之人，告诉无地，如是等人，死入地狱，数千万岁，受诸苦报。从地狱出，堕水牛中，贯穿鼻口，贯穿牵车，大杖打扑，常往宿殃。为人不敬，从猪中来；千贪不恕己者，从狗中来；狠戾自用，从羊中来；为人轻躁，不能忍事，从猕猴中来；身体腥臭，从鱼鳖中来；为人含毒，从蛇中来；人无慈心，从虎狼中来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人生世间，多病短命，种种痛苦，不可具说，皆由三业
构造所得，能令行人因三途报。所以有三途者，因有三毒，贪恚愚痴，又复三恶，以自烧燃。口常言恶，心常念恶，身常行恶。以此六事，能使人生常苦常恼，无有休息。于此命中，孤魂独逝，慈亲孝子不能相救，疏忽之间到阎罗所，地狱狱卒不问尊卑，但按罪禄检效生时善恶多少，审视自首，不敢隐匿，已是因缘随业至去，苦乐之地生自当知。渺渺冥冥，别离长久，道路不同，会见无期。有诸天神济人善恶，乃至毛发无片遗漏，善人行善，祸福易受；恶人行恶，命短苦长。如是轮转，有多恶鬼，从恶鬼脱，生畜生中，最苦难忍，受之无尽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各自觉悟，起惭愧心。今言：作善得善，作恶得恶，而五浊恶事不可作恶，善不施善报，为恶自招殃。莫言轻脱，立此忏法。今言：莫轻小善，以为无福。水滴虽微，见盈大器。小善不积，无以成圣。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。小恶所积，足以灭身。大众当知，吉凶祸福皆由心作，若不作因，亦不得果。阳极最大，肉眼不见，诸佛所说，谁敢不信？我等相遇，身世强健，苟不勤学，自力行善，临穷方悔，亦何所及？今已共见一切过患，如今所说，自知其罪，岂得不舍恶从善？今生若复不能用心，判舍此行，必堕地狱，何以知之？今见为罪之时，未尝不寒毒猛烈，怀恨深重。若成一人，必欲令死；若及一人，勿见其好；若毁一人，必使陷于苦处；若贬一人，必使穷天处毒。愤恚暴害，不必尊卑；恶骂丑言，无复高下；乃至身震若雷，眼中火现。至于为福之时，善心为劣，使欲为多，莫遂减少。出欲速盈，续后且住。心既不至，日月推迁，如是进退，遂就忘失。是之作罪之时，心气刚强；为福之时，志意劣弱。今以若善之因，求离强恶之报，岂可妄得？经云：忏悔则无罪不灭。福至忏悔之时，必须五体投地，如大山崩，乃至不惜生命，为灭罪故，殷勤督力。相与觉察，今生以来，曾经几过，作此分责，不惜生命，汗劳人苦，作此忏悔。暂时旋绕，便生厌倦；暂时礼拜，以言气力不堪；或站端坐，复言阴虚消息；或言四体不可过劳，宜因将养，不可使困。一生缴绵，差如小死，何处复议？我因礼佛，扫塔涂地，办所难办。且经教所明，未见一善，从懒惰懈怠中生；无有一法，从骄慢自恣中得。众等今日虽得人行，心多被盗，何以知然？从淡至中，
从中至木，从木至叶，从叶至小，乃至一时一刻，一念一顷，无有片心念三宝四谛，无有片心报父母恩，无有片心报师长恩，无有片心欲不失持戒，忍辱精进，无有片心欲学禅定，修智慧业。今世简教清白之法，无一可论，烦恼重障，森然满目。若不作此检查，以自言我功德不少，设有偏善，言我能做，他不能做；我能行，他不能行。意气高傲，旁若无人，追此而言，实可羞耻。今于大众前忏悔重罪，愿不失欢喜，将来无障。大众亦宜自挽身心，果报之真，具如相说，岂得自宽，不求舍离。大众莫言我无是罪，我既无罪，何须忏悔？若有此念，愿即除灭，且即为小失，已成大救。撇然之恨，嗔恚便起，心与习成，难可改革。行不可纵，意不可逞，若能一忍，则烦恼可除。如其怠惰，未见嫉妒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慈爱能带动奉献，奉献能不断产生力量。慈爱的修行不仅是长养慈悲的心态，并且能助长智慧的修行，神奇地开发我们无限的潜能。所谓的福报与业障，只是一念之差，端看自己如何用心而已。当逆境来临时，只要能够保持慈悲心与菩提心，懂得转化念头，所谓的障碍或逆境也就不攻自破了。如果能以慈悲、正念与道德等善行来修正自身，将使身心转为清净、宽阔与威德。我们希望成为名副其实的菩萨，第一就是要修学慈爱、大悲之心。只要具有慈爱与大悲心，何愁什么教法得不到？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Thank you.